佛山市三水营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，总部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，占地面积近80亩，拥有职工300余人，其中中级以上技术人员占比超过60%，是一家集精密机械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为一体的机械制造企业。公司成立初始一直从事进口压机的配件业务，1995年后引进了全线意大利石油线设备和意大利 SMAC 全线仿古端设备，实现由引进配件到引进设备的转变。至2000年，新景泰机械厂成立，进入自主研发生产阶段，成立了专门的研发部门，运用现代智能的模具设计管理软件及工具，在特聘的高级技术专家科研指导下，不断将各种先进的石油线设备国产，使得新景泰迅速成为国内最专业的仿古砖设备供应商，并被行内誉为仿古砖设备专家。目前新景泰以仿古砖设备、喷墨机、自动化工程三大项目为公司的核心业务，其中仿古砖设备在国内的占有率达80%以上。陶瓷喷墨机形成了 CLOPS 扫描机、测试机、功能墨水机五大系列产品，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的前列。依托强大的技术和经验，新景泰深耕纺织品打印、玻璃打印等数码应用新领域。自动化工程目前主要应用于建筑陶瓷、卫生陶瓷工厂自动化输送、多层储存、石油等领域，是全球领先的石油印花整线设备供应商。新景泰以打造口碑企业、品牌企业为理想，从工程设计到产品的生产和组装，严格按照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和要求运作。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，运用最新的高精密检测仪器和各种品质管理工具，全力以赴消除产品的质量风险，为客户制造高品质的产品。在服务上，秉承着全方位一体化服务的宗旨，沿用售后安装调试加使用情况跟踪加备件全面供应的精品服务战略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服务网点，以快速响应、及时准确送达的服务效率赢得了全球用户的赞誉。坚持不懈可以见证一个行业企业的脱颖而出。新景泰品牌自创建以来，成功设计和承造了近上千项工程，与国内外数十家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，如马可波罗控股、登鹏控股、蒙娜丽莎、宏宇集团、欧神诺、新明珠集团、简易陶瓷、诺贝尔、斯米克、盛成、哎呀、阿杰尔亚、伊格拉塞尔、马斯提等。公司生产的产品远销印度、越南、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阿联酋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，拼搏奋进，可以锻造一个卓越品牌的成熟完美。新景泰连续多年来获评十大件陶明星企业、优秀陶机装备品牌企业，并通过了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、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、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资质认证。精琢于行，匠造于心，每一项荣誉的背后离不开每个新景泰人的真诚付出。公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才的培养，最大限度地为员工营造一个环境优美办公环境，让每个人才都能实现自我价值。未来，新景泰继续坚持科技创新，走智能制造的发展道路，紧跟行业潮流，心系客户，不断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提升客户的生产水平和产品价值。喷墨整线装备，商业合力，服务全球。
新静态，品质、服务永不停步。